像谁？这个，这个是龙凤胎的。来，哇，哎，大象 ，Hello。来，你跟姐姐，你跟姐姐，姐姐 Hello， 你跟妈妈 Hello 嘞 ，Hello 嘞。我很怕她摔下去。不，不会。Hello。还好这是人。我不要啊。不行。哦。她要自己玩。哎呦喂。不会，不会，她不会，她不在。难的吧？难的啦，就是要难的啊。爸爸，爸爸。你那时候你说要两包。后来就一个而已 不是你不是还有两个？三个女生，我之前生三个女生。Hello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大都大三的，老二大二啊，还有一个。所以他有三个姐姐就对了。对啊，差很多。哦，差。差。比较像你哦。有人说像。我爸爸。哎，不要爸爸。爸爸溜滑梯。这样子溜滑梯哦，好不好？溜滑梯好不好？会下吗？好不好？会啊！溜滑梯，溜滑梯，要不要去溜滑梯？你要不要溜滑梯？那这里有溜滑梯。哦，他想要下去。Hello， 来，看，看爸爸。耶！耶！哦，他有够顽固的啦。好了好了，好好好。Give me five， 你要先 give me five， 你先 give me five 再给你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哇，棒棒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哇，计算机是不是？要抓周吗？嗯，这个将来是金融家哦，抓周。他有抓周啊，有抓。他抓什么？忘记了哎，算盘还是？那金融家哦，好像是算盘哎。将来是那个华南金控的。哦，我们有，哎 ，give me five。快点！对呀，有啊，有，还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都有拍。哦，哦，姐姐，我觉得是很少看到数量宝宝这么活泼的。哎，姐姐呢？姐姐呢？来 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。来，机长，一九，好棒！来给你，哇，来给你，来，来吧。嗯。嗯，什么呢？有没有像葡萄？什么呢？樊姐姐，不要了。樊姐姐，樊姐姐，他还是在研究来着。哎，他每次都是抓算盘跟这个。哎，要给爸爸，这个跟爸爸的一样啊。第二个爸爸的，金融家。哎呦，你会按哦，爸爸的呀。哦，好了，你们拜拜，回家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。你不要回去了，拜拜，拜一个，拜拜，骂姐，骂姐，骂姐，你先骂姐，你先骂姐，骂姐，骂嘞，你先骂，你骂姐，骂再回家，骂，骂溜滑梯，骂再去溜滑梯，骂，这叫职业化，骂，他不要不要而已啊，好可爱，超可爱的，笑脸，好，去好。我预测到他里面，没有哎，哎，还有哪吗？嘴嘴嘞在哪里？嘴巴嘞，弟弟的嘴巴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嘴巴嘞？下次来我要通知一下这个蛋糕。啦，用图纸的。这是试管宝宝送的，这是哪一国的？应该有，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长樱桃。对。有吗？看不懂。嗯。有嗯，没写啊、哦。七里是智利的，哎，智利有樱桃。有，智利有樱桃。智利樱桃。有。CHILE，CHILE。不用。不用吧。好了，那你们拿去吃吧。